龙口市荣地机械配件有限公司，位于山东省龙口市兰高青年科技创业园。这里东临烟台，南临青岛，北与大连隔海相望。优越的地理位置，先进的基础设施，为荣地机械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和发展空间。荣地机械始建于2002年，厂区占地面积6万平方米，�拥有员工350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43人，生产设备100余台套，是一家集开发、铸造、加工、营销于一体的汽车配件专业生产厂家，主要生产经营轿车用制动盘、制动箍、刹车片、飞轮总成等汽车配件，年生产能力可达到铸件4万吨，成品380万件，在同行业中率先通过 ISO 9001:2000国际质量体系认证和 ISO TS 16949:2009质量认证，通过了环境评价及验收，同时完成了职业病防护设施等项目检测、安全生产验收等项目。公司拥有产品自营进出口权，产品销往国内及韩国、欧洲、加拿大、中东等地，深受广大客户青睐。他们拥有一支实力雄厚的技术队伍，配备经验丰富的专业技术人员15人，其中高级工程师2人，产品设计采用 ISO 图纸规则和 CAD 设计软件，新产品开发能力强，速度快，与顾客结合能力强，每年平均开发新产品400至500种。他们在新建的高标准铸造车间里配备了环保烟尘处理设备和安全生产防护设施，先进的炉前分析仪对材质进行快速准确的分析，保证了产品质量。自动铸造生产线和环形浇铸流水线大大地降低了工人的劳动强度，确保了生产计划的落实。产品加工分为粗加工和精加工2大车间，100余名经过培训的高素质操作人员，100余台领先的数控加工设备，一流的加工中心和清洗线，安全高效的生产模式，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打造出一流的产品。在包装车间里，员工上岗必须经过培训，熟知与产品配套的车型，了解外语标识，确保型号数量与货单一致，够完全满足客户的各种要求。以防为主，持续改进，质量第一，客户至上，是公司的质量方针。在生产过程中，他们实行人性化和科学化的管理，严把质量关，各项标准均与国际接轨。专业的检测人员对车间加工的产品进行巡检、抽检，对车间出现的质量问题及时处理。他们还配备了理化室，拥有先进的拉力试验机、布式硬度计、金像显微镜、15通道光谱分析仪和5大元素快速分析仪，对产品进行全面精确的检测。同时对每天生产的产品进行分炉次、分批次的检测，使产品完全符合国际高质量的要求。他们还建立健全了售前售后服务体系，根据合同要求按时供货，货到之后追踪调查客户满意度，倾听客户心声，及时改正自身不足，用质量吸引顾客，用服务打动顾客。以质量求生存，以适应图发展，实行人性化与科学化管理，达到国内外知名品牌，让客户满意，是我们荣地人不懈的追求。荣归大地，梦逐蓝天，荣地人深知企业肩负的使命，他们决心用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坚持创新发展，不断超越自我，为把企业建成一流的现代企业而努力奋斗。